大家好，我现在来讲解这一题。他说将368做质因数分解后，可得2的 a 次乘以 c， 所以先将368做质因数分解，先用2算出来是184，再用2算出来是92，再用2算出来是46，再用2算出来是23。之后呢，可以知道2有几个2，这里有4个2，所以 a 就等于2，不 a 就等于4，而 c 就是23，因为这里除以2这个质因数只剩下23这个质因数，所以 c 就知道是23。所以再来将 a 加 c， 把 a 跟 c 加在一起，4加23算出来是27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27。